它的运能啊，单趟啊，应该可以增加到40%左右。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呢，啊，将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。其实这一次我们很感谢日立团队的一个协助。那这一列车在整个设计过程中，也是台铁团队跟日立团队共同合作啊创作的一个列车，以 Silent Flow 为一个概念。做出来简约流线的这个外观设计，以及在列车监控的安全品质上全面的提升，与旅客贴心舒适的这样一个车厢设计，就希望能够提供旅客一个非凡的乘坐体验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列享誉世界的特快列车。EMU 3000型进来以后，我们还是会优先啊投到我们东部干线。好，这个的服务上面好，但是未来随着哈这整个车子，更多的车子进来以后哈，就是环岛路网上面呢，啊，都会看到哈这个新车的服务。那大批新车到来以后哈，我想我们提升了运能，提升了服务，那当然维护到安全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于整个我们国内哈，在振兴阶段哈。我想在轨道运输这一块哈，我们绝对是占比很重哈，而且我们会努力的把服务做好。